原标题：人类最惨烈的战役有多惨？199天耗死200万士兵，平均活不过9分钟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战争是一个永远都避不开的话题，不管在任何时候，总会有战争的存在。哪怕是在现在不断倡导和平的时代，我们仍然能看到战争在某个地区存在，因为毕竟资源是有限的，人们需要武装来保护自己已有的资源，需要战争来争夺自己需要的资源。也许经济能够促进这些资源的配置，但是总会有一些是单凭经济难以解决的问题，而且经济问题也会引发一些